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萨博运动2023款电动卡丁船。好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外观。外观我们这个是 ABS 的材料，然后是做了钢琴烤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座椅，座椅底下是放电池的。然后这个是油门，这旁边有一个 F 跟 S， 这个是 F 的话是快档， S 的话是慢档。右边的话，这个是电量显示，另外还有一个 R， 这个 R 就是 return， 就是倒档，倒档是可以调节方向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上我们的卡丁船，还有启动。好，从后面上去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启动钥匙，磁控开关，然后现在就已经可以启动了，钥匙已经放进去了。好，走。